发根全部起立，怎么压都压不塌。我们普通女孩就靠头发、啊、这种活，这种高颅顶而且香味撩人的梦中情头啊，是谁不想要的？那大夏天出汗出油，有必备的姐妹爱劲的香氛洗发水，用一次就直接锁死，很轻松就能冲刷掉头发上的油垢还有异味。哦，它这个味道真的好温柔哦，就很像一个院子里面开满了小雏菊，然后呢它们在风中摇曳。毕竟爱劲专注日化呢已经有70年，在韩国的香氛洗护领域啊，它妥妥的这个。这次去年的升级版，纯纯的还是无味油配方，还加了护肤级成分玻尿酸，就给头皮啊还有发香一块补水。而且爱烫染姐妹它有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，就是头皮很油，质量又很干燥，这个里面呢添加了10大植萃精华，还有3大植物精油，就在调节头皮水油平衡的同时啊，滋润焕肤。洗完头之后呢，蓬松柔顺，发根全部起立，怎么压都压不塌，就是一整个头包脸美女，真的很适合我这个细软发质夏天用。它遇水呢，就是那种特别绵密的云朵泡沫，洗感超舒服，还是 pH 弱酸性的，非常温和，不会刺激到头皮。洗完之后呢，我一般会搭配他们家的护发素一起用，溜一下就吸收了，冲水的时候顺滑的嘞。看我这个头发没抹精油啊，就跟理发店托尼打理出来的一模一样，就是那种发根很蓬松，发尾又很柔顺，而且它这个雏菊花香也非常持久，一般撑个2天啊是没有问题的。细软塌的姐妹啊，一定要去试试。而且啊，就冲它这个味道，我就觉得我还能再狠囤一波。